大家好，麦欣，我是 Adam， 我们回台湾了，这是我们第九次回台湾，第九次，每次一样感激，一样兴奋，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呢 ，Bobadoo， 我们带着 Bobadoo。我们现在要去日月潭，是我们两个的产前蜜月。我真的很期待，因为我们只有四年前跟莫妈莫爸一起去日月潭玩两天而已，然后一个半月之后就是三个人了，现在就吸收两个人的世界。Absorb， 那我们出发咯。我们到了吗？啊！看到了 ！It's so pretty. Oh, I love this place. 到处都是花的味道。Oh my gosh. Haley， 你看这些字，好酷哦。Oh my god. 好美，拉丁岛。台湾的山景真的很特别，有很多层，就是有一座山，然后后面比较高的山，在后面又有比较高的山，然后很多云海。Yeah， 哦，好美哦。我们四年前有 sup 到那边。那我们要去入住我们的民宿，叫做孝光一八八。这个民宿我们就是看谷歌上的评论就决定要预约。我好期待，超爱台湾的民宿。我们到了，我来帮你开门。Sorry， 我没有手。哇，好温馨哦。分享一下，是我们安排产前蜜月的时候，想到最理想的产前蜜月，就想到台湾的民宿。嗯，这种很温馨有家的感觉，你应该现在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我们的眼皮好重，有点困，但很开心。你不要放大。Gosh， 好喜欢这个设计。童年。Okay, ready? Oh yeah. Oh my god! What? Is it Bart Simpson lo-fi? Yeah, this is lo-fi. 彩希，我回来咯。记得我上次说的腰包吗？今天心血来潮决定要买，帅吗？你打开看看我提前帮你买的圣诞礼物。哦、oh.好贴心哦，我应该早点跟你说呢。没关系，现在有虾皮安心退的服务，现在还是鉴赏期，可以退货，还免运费。所以哦，怎么退货？我们先申请退货，再选择我想要退回包裹已取的退款。还可以退款，赞。嗯哼，再来我们就提供退货的原因，不需要了，已购买类似商品。来，我们拍个证明，一二三，最后选择退货运送的方式就可以了。这么简单，真的可以放心买。还有什么原因可以退货呢？还有颜色记错、尺寸错误、瑕疵品等，但退货的服务要珍惜哦，不要滥用。我们资讯栏有虾皮安心退货的相关资讯，欢迎大家放心购买哦。这真的是我梦想的 baby moon， this is so awesome。Absolutely beautiful. 你看，你看，彩希好高哎，感觉很香。啊，睡前一定要泡。现在是睡觉的时间吗？差不多。现在看到那个床不能躺，因为会马上睡着。对。要继续撑。Oh my god, this is so beautiful. Baby moon， 开始了。Adam最近都在笑我，我都会 waddle， 就是跟企鹅一样。这个叫做拽是吗？那我让你看呗。才是拽什么拽？OK， bed test。哦。Yeah。我不能躺。哦、oh, yeah. ，我不要，不要躺。你会睡着。No， 不要。下午茶来了。我点的是可可奶昔。这边是康福茶。哦、oh, ，我很喜欢这种杯子。感觉很 smooth。哇、wow. ，可以吗 ？That's really good 。很好喝，非常好喝。哇哦，
在美国，我想到奶昔会觉得甜爆，我都不会点，但这个甜度刚好，很好喝。是台湾的牛奶吗？没错，瑞穗，它是柳营那边，是用这个牛奶做的。嗯，离开，拿起来就好了。好了，谢谢。可以吗？Yeah, that's great. OK, 好。好，谢谢老板。Come on, honey. 我们每次到新的地方，我都要马上去 7 买一大堆必备品。然后第一个，哦，我已经知道在哪里，我马上过去给你看。我好喜欢那个声音。拜托。我一定会想要买能量饮，因为会帮我调时差。我最近很爱喝那个 Super Energy， 明天要很早起。所以会很需要。我们要趁时差早起去看日出，就要买一些零食，这样子我们早上这么早起不会饿死。阿兰是能量饮，我呢统一的无糖豆浆，还有我健身之后的蛋白质饮料。Oh yes. OK， 换我大便的。真的吗？真的。你怎么来台湾的 Seven 变得这么 needy？突然需要很多东西才能生活。It's good stuff， 会满足我所有的需求。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有 Matthew's Choice 在 Seven， 好赞。我是大概每天在 Seven 买这堆东西。OK。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住民宿的原因。亲手做的苹果派搭配小美冰淇淋，奶酪跟火龙果球 ，This smells so good。好，我们慢慢享受再睡觉。嗯，哇，嗯 ，That's very good。我好喜欢那个皮，很多层次。早安。现在黑漆漆一片，然后完全安安静静的，没有人，没有车。他说是多云的，但还是可以运动一下下。我们要去爬马栏山。我们在凌晨2:30自然醒，再睡了大概2小时，就4:30了。I'm feeling good. Me too. 只有调时差这时候。感谢时差。This is awesome, Ailey. Oh my gosh. 好酷哦！开车3分钟就到了。步道口在那边，然后这里有一个停车位。我们拿到了。现在这个画面看起来是一个恐怖片。I'm trying to not think about that. 我还真的以为会有很多人，但有可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的东西，可能是今天不会有很明显的日出，但我们还是要运动一下。Yeah. It'll be worth it either way. So awesome. 刚爬了第一组楼梯，已经在喘气了。Oh, I feel spiderweb. I feel spiderweb on me. Oh no. 这个步道有一点陡。很陡耶。如果你怕黑暗，我不会很推荐，但如果你想要刺激一点，真的可以试试看。我们快到了，然后好像会有日出，所以我会有日出，但可以看到每天都会有，每天都有日出，可以看到颜色的那种，超级美的，快到了。Okay, some information for you. 我们到了气象站，这是山顶。This is amazing. Wow! This is amazing. We're here. 好感动。This is incredible. Oh my gosh, wow. What is that? 看着很像圣诞树的那个。Oh yeah, I don't know. Wow. Oh my gosh, amazing. 虽然这边很美，但是我们要看的日出是从那边。所以最好看日出的景台好像在步道的中间，所以我们要下坡一下。好。Let's go.早起看到这个风景，真的是很棒的开始。Yeah, 真的很棒。May I interest you in a banana? Yes. 谢谢。这个叶子好像在蜘蛛网上，然后它疯狂的转。OK,
OK， 我们出门咯。刚刚吃很饱，好丰富。那下一站是什么 ，Adam？ 缆车。Oh my gosh, you guys, it's so beautiful today. 700公尺，降了，降了。Adam is 阿涵的粉丝。600公尺。你很会。It's so fun. That video is so funny. Adam， 你很会。You taking us to the yes yes so, 梦想成真。我们在安排这个 baby room。Yes。Adam 每一次都会提到要到九蛙。Adam 发现九蛙跌向的时候，我们的行程已经满了，又发现要爬到那边。It's a walk, right? Right. To get there. Yeah, so we were like, oh, we're already hiking in the morning. 没关系，但我偷偷一直有这个安排。You're the best. You listen to what I want, and you change the plans. I want you to see the 9 frogs. It's gonna be the most epic 9 frogs. Like a train. It's like a little antenna.我在联络到外星人。彩希，我说我想看青蛙，你说可以看青蛙。我能娶你，好开心。You're the best. 你很棒的一个特质就是你很容易满足。Like you just feel very like you, no, you like you appreciate very simple things, and I love that about you.、Oh, 真的很好奇今天会看到几只青蛙。水色好美。很绿。真的。好干净。台湾的昆虫真的很独特。看到了。Hello。有几只？3只。5只。Not bad, Adam。所以有另外4只在水下。我们4年前来这里的时候，有学到这里的 water level 很会波动。小组发现日月潭的时候 ，water level 比现在低很多。现在有的时候湖泊中间的那个拉鲁岛，有的时候这个都会在水下。谢谢彩希，呱呱。九蛙蝶象打勾，我们回来了，现在要搭缆车，20分钟的那个来回。对，就是来回，因为缆车的另一边是个游乐园，然后一般的 ride 彩希不能上。Good morning。最漂亮的大瞌睡。这个来回就是为了休息。这是真的就是为了休息。Wow, this is amazing. 真的超美的 view. Wow. 然后那边慈恩塔。Happy baby moon. Happy baby moon. 好高。Wow, we are high up. 不会又在动。Tell me that you want a carrot chowder for lunch. Okay, we'll do it.Wednesdays? What? 我们刚要去伊达少老街买那个4年前吃过的菜包，但他们今天跟明天都休息。糟糕哎！我应该先看一下。Hi, Mama. Oh my gosh!那我们现在要去吃4年前跟莫妈莫爸吃的云品 buffet， 可以吃爆台湾的水果。buffet time， 哇，好酷哦，可以自己调味 popcorn， 爆米花汽水，好酷哦。芥末山。哇Oh, 感觉我吃那个 bobo 会跳起来。huge bread what bread pudding 莫爸最爱的甜点。对，是莫爸最爱的。哦、she's amazing. 好丰富。Adam 拿到了他最喜欢的生鱼片。Yes， 每次有生鱼片就要拿。然后我刚刚太期待了，我先吃芭乐。
那真是个吻。哇哦！我跟你说这个，我前几天有查到，芭乐是含有最多蛋白质的水果。That's cool。嗯，你要再吃吗 ？No, it's okay。我等一下拿给你。你吃。Yeah。And this is 宫保鸡豆腐。哦，你想象中啦。等一下，你喝水，喝水。哦，融化。跟上次的鹅啊怎么比？不能比。又台式润饼。哇哦。要先吃掉。好，谢谢。谢谢。This is adorable. 小小的。Perfect. 我的牙齿吃冷的东西会非常敏感，所以我要快速咬。Go. 要。你每次敷面膜都不能敷胡子，对，不会，觉得很好笑，不能笑，它就会出来，凉凉的。觉得这个产前蜜月非常好玩，很难忘。10 out of 10。Yeah。我们不能跟其他产前蜜月比，因为只有这次。我真的很感谢能跟你享受两个人的世界，剩下的时间，结婚快五年了，这真的是我生活最快乐。我也是。有宝宝，我们生活会很不一样，会是另外一个幸福。我们讲比较 deep 的东西，敷面膜比较没那么沉重，对吗？没有，很适合，很适合。我先跟你说，我知道你怀孕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世界的那个计算器开始倒数了。嗯，对。然后我当时对自己说，好，我要好好掌握这七八个月，但是我现在其实非常期待三个人了，非常。幸好我在敷面膜， yeah. 眼睛红红的。我非常非常期待。我也是。Oh, you are crying. 不要。Okay, let's take it off. You're doing it. No, no, 不行。笑死 ！I'm so glad we're wearing this right now. 然后看到你的身体通过这些变化，知道都是自己的牺牲，是为了我们的小孩，觉得非常非常感动。我非常爱你。The best. 真的很感谢我们可以在台湾圆梦，就是产前蜜月的梦。Yeah. 我 Boba 不要迟到喽，我们在等待你。然后真的很期待。也不要来得太早。对，没错，没错，对，要准时到，要准时到。那谢谢你们观看我们产前蜜月的一些点滴，希望你们看得开心。我们爱你们喽，我们下次见，晚安，拜拜。One, two.